我哋今日嘅信息咧就是、用各樣嘅方法傳福音，就係、是、咧我哋傳福音可以有不同嘅方法嘅。咁我其實咧今日咧啊，當你嚟咗之後，你願意收到咧，其中一個方法之一咧就係、是、現今嘅世道好奇妙嘅，就係、是、有好多嘅影片，包括我嘅影片啦，包括人哋嘅影片啦。喺我影片中有啲係醫治啊、釋放啊、有癌症醫治啊、有啊心靈釋放啊。又有啊，講到天堂啊，又講到證明有神嘅證據啊，啊有啊不同嘅其他人，有啲又去天堂啊，去地獄啊，嗰啲分享或者佢哋生命改變啊，啲神蹟性嘅啊經歷啊，即係喺網上都有好多咁嘅影片嘅，呢個其中方法之一。咁我今日介紹俾大家有不同嘅方法，盼望我哋都成為神所使用嘅人。點解我哋嘅事工嘅目的係訓練人咧？因為個原因係咁啊。因為有好多人翻教會翻好多年咧，咁你問佢你有啲咩侍奉啊？哦，我啊好少啊，即係唔係好多啊。其實我問下大家，你哋係咪有好多侍奉啊？有好多人都話唔係好多啫喎，做得少少嘢，做唔到乜嘢嘢。咁有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好似唔能夠好大發揮。咁到有一日聖經講咗噶，耶穌話咗噶，喺啊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亦都有講到嘅。就係、是、講到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哋每一個人要企喺神嘅審判台前，然後咧根據我哋所行嘅或善或惡受報，就係咧喺個基督嘅台前咧，我哋所做的一切都會被火試驗。被火試驗嘅時候咧，有啲係金銀寶石，有啲係草木禾街喎。即係話，當你一大團火喺度嘅時候，你擺啲草落去咧，噉一聲就燒咗啦，係咪啊？你擺啲木頭落去都好快燒咗啊！但如果你擺啲金落去燒極都燒唔走喎，金銀寶石係一路傳流嘅。咁我希望我嘅目的就係咩咧？喺香港興起更多人，係水俾我水。我希望咧喺香港咧興起更多人侍奉神。咁你將來見到耶穌嘅時候咧係金銀寶石，但有好多人就話：我做嗰啲唔係金銀寶石啊，我做嗰啲未夠好啊，我唔得掂啊咁。咁我又會話俾你聽，我話耶穌咧講得好簡單嘅喎，耶穌咧係令我哋輕鬆侍奉，因為耶穌話咩啊？佢話我嘅轭係容易，我擔子輕身。耶穌話，耶穌唔係話好難好難。嗱，有啲人就話好難㗎，哎呀，我又仲有煩惱啦，我又有罪啦，我有掹掙勞嘈啦，我又有情緒啦，我點可以仲侍奉神啊？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唔得。但耶穌話好容易，耶穌話我嘅轭係容易，我擔子輕身。點解容易呢？因為由耶穌嘅説話，我哋睇到係容易嘅。因為耶穌講嘅咩咧？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都為佢歡喜啊！即係當你做得唔好，當你冇侍奉，當你冇愛神，或者有各樣嘅罪，你就求耶穌赦免，天上就為你歡喜喎。咁你悔改，當然你又離罪啦。咁你一有咩罪嘅意念，即刻處理；一留意到罪嘅意念，即刻處理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唔難嘅。咁你當你悔改啊，你話我唔夠力去離罪，咁又點樣咧？有個方法好簡單啫，耶穌幫我啦，咁就得噶咯。其實全世界好多人咧，佢揾耶穌就係咁啊。有啲異教徒喎，佢哋本來信開其他宗教，但佢覺得有啲唔對路。佢話咧，好似呢個宗教唔似係真神嘅宗教，咁佢哋就呼求神啊，到底你係邊個？創造天地嘅神係邊個？然後佢哋喺夢中就見到耶穌喎。原來耶穌真係會回應人嘅祈求嘅。有些人就是耶穌你幫我啦，神你幫我啦，咁大家都可以，你話神啊，我做得唔夠，你耶穌幫我啦，耶穌就一定會加力量俾你，你每日都親近神，神一定加力量俾你。咁就第一啦，就係話你做得唔好嘅時候，唔夠力嘅時候，你求神加俾你。然後跟住耶穌話咩咧？佢話你將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女一個喝咧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喎。做唔做到啊？一杯涼水俾人飲，做到，個個做到。耶穌唔係話你帶一個人信耶穌你就不能不得賞賜喎。因為不是個個都帶到一個人信耶穌，我希望大家不只帶一個人信耶穌，但是如果用這件事做要求，很多人都達不到，但一杯涼水人都做得到。就是耶穌告訴我們是不難的。傳福音很多人就說很難，但我想說你每天都要平安喜樂。為什麼我們敬拜時又會笑一下呢？我有謝喜樂，哈哈，主耶穌賜給我，哈哈。有些人說是不是傻了啊？不是傻了啊，我們是 很正常的，而是我們好像天上的聖徒。其實基督徒耶穌說，耶穌說了個勞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耶穌叫我們安息輕鬆，耶穌也叫我們
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嘅轭係容易，我擔子輕省，輕輕鬆鬆喎。耶穌唔係話我嘅擔子好重㗎，你做嗰陣時要苦起苦面㗎。耶穌唔係咁講，耶穌係話係好輕省。咁有啲人話我未輕省，我未鬆，咁點算咧？咁你日日就親近耶穌，耶穌我多謝你，你愛我嘅，耶穌你祝福我啦，同我一齊。嗱，我今朝喺呢一間教會，我哋租用呢間教會嘅地方嚟到下晝有聚會嘅。咁佢今日佢請我嚟講道。咁原來佢有一個運動喎，即係佢有個團契有個運動。咁我都覺得呢個運動非常好，我就希望喺呢度咧，我哋個個都做。佢哋就點樣咧？佢話每日講500次，我愛耶穌。咁但係我咧就會將佢轉一轉，轉一轉係咩？耶穌愛我，我愛耶穌。嗱，如果你講到500次好好啊，又唔好成一種壓力。你可以一路行一路多謝耶穌，耶穌愛我，我愛耶穌，多謝耶穌。嗱，我亦都唔會限制你淨有兩句嘅，你中意講邊句？耶穌陪住我，耶穌同我一齊，耶穌睇住我。嗱，當你日日都係咁咧，奇妙嘅事就會發生啦。點解奇妙呢？你會發覺，咦，以前嗰啲唔開心好似會消失嘅喎，真係會消失嘅喎。我以前係發惡夢同埋夢遊喎，但係咧神醫治我，以至咧我發嗰啲夢咧係平安輕鬆嘅喎。咁咧神係可以醫治我哋嘅。咁當你日日都咁樣，耶穌愛我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。嗱，大家試下一日幾百次試下，你唔係要數啊，總之你係咁樣做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就能夠傳福音。嗱，點解生命傳福音咧？就係人哋會睇到你嘅平安開心，人哋會睇到你會笑。人哋睇到你好輕鬆，咁然後當然我哋都會用言語嘅，後面一間會講到言語，但係第一樣嘢咧就係有呢種生命，所以唔好覺得係難嘅。所以我有耶穌，耶穌就幫我。你話我唔掂啊，耶穌幫我就得噶啦。嗱，嗰啲人通常唔掂咧，通常咩特色咧？特色通常都係注目喺嗰啲問題嗰度，注目喺啲唔好嘅人、唔好嘅説話，注目喺以往做錯嘅事。嗱，注目喺呢啲，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冇人頂得順嘅。就算我都頂唔順，如果我成日諗埋，哎呀死啦！哎呀，全世界我幾時帶全世界復興啊？哎呀，我幾時可以做曬神要我做嘅事啊？如果我咁諗咧，我就會好大壓力。但係如果我心就話，我做到幾多神就歡喜，我歡歡喜喜去做，輕輕鬆鬆去做，我做到幾多我都會開心嘅。咁樣難唔難啊？見到人就微笑。你同隔離嗰個微笑下，祝福佢，關心佢。我想問下咁樣難唔難啊？我想問你坐地難，因為咁難啊？咁樣就唔知啦。咁樣係咪容易好多啊？坐地好辛苦㗎，你知唔知啊？坐地喺太陽之下好辛苦㗎。我試過嗰陣時好耐之前，因為我爸爸喺馬會做嘅，咁係。我十幾歲嗰陣時候都喺馬會，有時佢俾我做啲散工啊嗰啲咁嘅嘢。不過我從來都唔賭博嘅。有一次佢俾我做咩咧？整地嗰啲草皮啊。咁係點咧？揾我都唔記得做乜嘢。總之咧就成日就喺個太陽之下咧就攞個鏟又做。我做一日係頂唔順。我從來冇一份工係做一日頂唔順嘅。曬到我咧真係一隻嘢咁啊！曬咗一日之後咧係冇辦法再做得落去。所以耕田成日耕田咧，真係一定要戴帽，戴帽都好難頂嘅，真係成日咁曬住都係好難頂。嗰啲農夫真係好犀利，所以我哋食到飯啊，食到菜啊，你話感謝天父，嗰啲農夫好辛苦去做，我感謝神。咁呢個咧，佢哋好辛苦，但係咧我哋俾神改變同埋我哋祝福人，係並唔係咁辛苦嘅。其實唔係咁辛苦啊，你可以唔係咁辛苦而得到賞賜喎，係咪好啊？我希望大家都話。全福音可以好開心一齊講，同隔離嗰講，全福音可以係好開心嘅。見到一個人信耶穌可以好開心嘅。有生命嘅表現係好開心嘅。嗱，其實第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哋嘅心態改變。嗱，有啲人成日都話：，哎呀，處理生命好難噶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好難噶，真係好多人咧食情緒藥啦，一世都食噶。但係喺耶穌裏面就唔係啦，喺耶穌裏面咧就係一路耶穌愛緊我，我愛耶穌，耶穌而家愛緊我，入心喎、啊，你唔使諗佢嘅樣，就係諗住耶穌喺我前面，耶穌而家愛緊我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
Hallelujah！ 你由早到晚都係咁咧，你嘅自然個人就會醫治。你諗翻點解會咁唔開心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諗嗰啲問題嘅人。咁我哋就其實嗰啲人諗極佢都唔會改嘅。我哋能夠改係咩？我哋開心可能有機會改佢，我哋就唔將佢放喺心上。但係個人我哋關心，但係佢啲説話唔放喺心上，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容易放手啦。好啦。嗱，有好多原因，人容易因為不同原因唔傳福音嘅。第一係咩咧？懶惰就係懶惰。第二係咩咧？攰啊，冇力啦，屬靈嘅疲倦，冇曬力啦。另外咧就係俾人拒絕，傳福音時俾人拒絕。另外咧，我唔知點傳啊，我唔識得傳。另外咧就係自己啲情緒搞唔掂嘅時候咧，就好多自己嘅生命搞唔掂，於是咧令到好多人咧就覺得好難傳福音。亦都係咁樣，魔鬼係好有效，令到好多基督徒發揮唔到佢作用。其實律法主義係令好多基督徒發揮唔到作用。律法主義係咩呢？其實好多人係活在律法主義之下，由細個到大個就係你唔乖冇人錫你，你要乖先有人錫你。咁咧，於是你要做好，但係做得唔好嘅時候就冇人中意，屋企人唔中意，老師唔中意，做工嘅時候又唔中意。咁嘅時候咧，成日都要做好啊！嗱，我哋唔係唔做好啊，而係首先。被神愛，然後我哋做好，即係好似好簡單。如果個人戀愛嘅時候，你使乜去提佢啊？喂，你去揾下你個女朋友、你個男朋友啦，你唔使提佢，佢唔知成日諗住佢，佢做緊工已經諗住佢啦。一放工就即刻飆到去啦，係咪？你唔使提佢嘅，因為佢喺被愛嘅狀況。我哋喺神嘅被愛狀況，你就日日可以享受神，日日咧見到人就去幫助。嗱，其實我真係好豐富嘅，我啱前幾日有時啲時間過得好快，禮拜幾咧？禮拜五啊，好似禮拜五係。咁啊，啱啱有澳洲嚟嘅一對夫婦。呢對夫婦咧嚟嘅時候咧，本來個太太同我講，佢話咧真係都好難幫個丈夫。但係個丈夫，我一同佢傾咗幾句，佢就開始話：哇，好好啊！佢聽到我講到喺活在神嘅愛咁輕鬆，佢覺得好好。跟住咧，即係一路個過程，成個過程，我又後來又輔導佢哋夫妻嘅關係啦。咁後來又為佢祈禱啊！成個過程佢全部兩個都係覺得好好，即係我生命真係好豐富嘅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啊！真係有啲人睇到我嘅網上嘅影片，佢就喺澳洲揾我。下個月就有一個咧係由美國拉斯維加斯喺加州嘅，佢又嚟揾我。咁咧問定我禮拜幾你邊日得閒？咁我已經講俾佢聽啦。咁咧即係話我哋當我哋嘅生命有神嘅時候，我哋就唔會話。我唔知點做啊！哎呀，我好煩啊！哎呀，我俾人拒絕啊！我希望大家咧能夠有呢種豐盛嘅生命。其實救一個人係一個好大嘅作為，因為有時你救一個人，你唔知嗰個人又救幾多個喎。救一個，一個跟住帶住落去嘅。嗱，帶領我信主嗰個人咧，叫鍾薇五，係一個老師嚟嘅。佢做嘅好簡單啊，其實佢基本上係被動嘅。當時我去一個宿營，我哋學校。是男校嚟噶，同埋一個女校，即係一啲女一我哋一啲男仔，佢哋一啲女仔咁去到宿營嘅地方，喺香港大學嘅，即係我哋有不同嘅房間嘅。不過佢就聽到個個人都叫我做耶穌，因為我由細個打波嗰時咧，等個波咧就俾個同學笑我做，即係話我等個波嗰時咧就話耶穌救我，咁跟住又全校都叫我做耶穌。但係呢個花名咧就令到我有機會信耶穌嘅，咁就係呢個人咧。他就問我，他話咧：你係咪信耶穌啊？我話唔係啊。佢點解個個都叫耶穌嘅？即係佢以為我信耶穌信得好入，所以個個都叫我做耶穌啊嘛。你好似我話唔係，然後我就同佢講：我話我想知係咪真係有個神，係咪真嘅？因為當時我係諗緊呢個問題，因為我覺得人生咧，如果得幾十年咧，就冇乜意思嘅。但係當我知道真係有個神咧，我就覺得好唔同。佢就好簡單，用牛頓嘅故事，佢講俾我聽。佢話牛頓。就相信呢個世界有一個創造天地嘅真神，但係佢個朋友就話呢啲一切咧自己變出嚟嘅。咁牛頓有一次就整咗個儀器，有太陽同埋九大行星圍住佢轉。個朋友嚟到就問佢咯：邊個整㗎？咁牛頓就話冇人整㗎，佢自己變出嚟嘅。個朋友冇可能嘅，佢話一樣咁精巧，一定有人整嘅。咁牛頓就話：如果你話咁精巧，一定有人整，點解成個宇宙啊？咁精巧，更加精巧，點解一定係自己變出嚟咧？啊！我聽完係喎，呢個投影機係咪自己整出嚟嘅咧？個電腦係咪自己走出嚟嘅咧？就算個水樽係咪自己走出嚟？點樣會有呢個世界上
有咁多樣嘢，我哋一定係話有智慧嘅設計，呢個係智慧嘅設計出嚟嘅。咁我哋咁多樣嘢，呢個宇宙咁多咁精巧嘅，上個禮拜我哋就講呢個信息嘅，我哋請咗阿陳伯倫牧師嚟，咁多證據證明真係有神。咁當時我就好好奇，我就喺嗰時候我就有興趣，就係佢咁開始嘅。但佢諗都諗唔到，佢將來幫助呢個人，將來成為牧師，並且成為宣教士，並且成為一個復興者，去四圍訓練不同嘅國家嘅人去復興嘅。佢自己嘅侍奉唔係好似我咁多嘅，但係佢唔知道佢一個人佢幫到我，我就幫到好多人。所以你唔知道你帶到邊個信耶穌，當你去興起佢嘅時候，而我當中我哋興起咗服侍者，我唔知道將來你會成為一個幾偉大嘅人。我盼望就係你哋都成為偉大嘅人，所以救一個人係一件好偉大嘅事，唔好睇小呢樣嘢。而我哋能夠作見證，無論嗰人信唔信，我哋唔緊要，我哋就繼續去做。嗱，呢個只係代表嘅啫。你去到天堂，我哋就向你鞠躬啦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係你帶咗我嚟天堂嘅，係你祝福我嘅，所以我嚟到天堂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話啊，我哋有機會去帶人信耶穌係一件福氣嘅事，係好開心嘅。嗱，首先就係耶穌真係好憐憫啲人啊，佢見到啲人。他就好憐憫，我不知道大家你見到世人，你覺得世人好好啊，還是覺得他們很多問題？當你接觸人，你發覺人又喜歡講閒話，上班的人經常走在一堆，就講誰個講誰個，經常都背脊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在家庭也是很多，家庭都是很多的問題，即其實人都是苦的，很多人都是很苦的。有些人見到人苦的反應是什麼呢？我嬲死佢，我唔理佢，粉世疾俗。但系神唔系想我哋咁，神想我哋怜悯佢哋。我一齐读下马太九章三十六节开始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作雇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神的心就系咁嘅。神的心見到很多人就憐憫他們，我希望大家都深信神見到我們都憐憫我們的，即是整個記實神是憐憫。因為很多人想到神就想到神呢，又說我不夠乖、啊、不聽話、啊、又不祈禱不夠多、啊啊、又讀聖經不夠多、啊、又犯罪、啊、這個的而且確是真的。不過當我們這麼軟弱的時候，只要你說耶穌你幫我，耶穌就很歡喜，耶穌是很想憐憫，耶穌見到罪人，他心是很想憐憫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說耶穌現在在疼我，耶穌現在在憐憫緊我的。耶穌見到很多人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因為他們很淒涼，因為他們很多問題。雖然有些人有錢，你覺得哇有錢佬當然 很順利，其實有錢的人他有他的痛苦，他有他的問題，他發他的子女，其實有錢人的下一代是更加難的。我們中間有些人是父母是窮的，反而呢我們可能呢就會成長的時候會負多些責任。其實小孩子小時候不負責任的，通常大了都是很 難搞的。很多有錢佬他的子女什麼都有了，那些去上學的工人都背書包，他什麼都不做的時候，他結婚都是這樣的，他回到家一踢踢了鞋除了衣服那就都踢在那裡了，他完全沒有這種責任感的時候是更加難搞的。所以有錢的不一定是好的，就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好像羊沒牧人一般，不懂得走這條路。很多人會結婚，但他原來不懂得結婚。結婚的婚禮式，不懂得結婚之後怎麼做，怎樣男女相處，怎樣接受大家雙方的不同。所以其實人很多是很可憐的，所以就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很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這個第一步就是祈禱。咁啊，祈禱打個工人出去，跟住又點樣？就係出去咯。即係話，當我哋祈禱嘅時候，我哋一路祈禱神啊，求你打發工人出去，求你打發工人出去。咁啊，自己坐喺度，求下神啊，你打發工人出去，係咪就我哋坐喺度日日祈禱神啊，你打發啦？咁嗰啲工人就出去啦。就先，我哋有一個好嘅榜樣，我哋影響人。其實你睇到《使徒行傳》，我哋睇到保羅佢係好多祈禱，但係佢亦都好多行動，佢都真係去興起好多人去侍奉嘅。所以我哋唔係淨係祈禱。我們求了之後，我們就自己行動了。耶穌叫我們出去，出去，一定是出去。馬太28章19節，一起讀。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
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就是你们要出去，去在你周围，无论去到哪里，无论我搭飞机，无论我行过见到一个人，有机会跟他聊天，我都会跟他讲关于耶稣，尽量争取机会。那有的时候我会想过，怎样跟他开口呢？即是我都试过不同开口的方法，怎样去跟人聊开这件事呢？那有时未必一次做完的，但总之我们开始去做，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不是只是信徒。这个世界上很多只是信徒，就是回教堂坐在这里听到，他就觉得很好，我有奉献，我有听到。但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学生，跟从我，学我的榜样。那些人就是门徒，就跟从耶稣，做耶稣所做的事。那我们中间是不是门徒呢？因为是只是信徒呢？因为我们只是领受恩典呢？那你说很难哦。所以我先说，一杯凉水你去开始做，你去祝福人，神已经开始祝福你的。然后跟着就说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就是这个呢，施洗就是在加入神的约，成为神的约的一部分受洗。如果中间你有未受洗的，你可以跟我们说，那我们下一次有施洗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大家知的。那我首先帮你的信仰清楚了。然后第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使万民做耶稣门徒，第二就是施洗，第三就是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就是帮他们遵守，不是只是教训，是教训到他们去遵守，帮助他们遵守。这样呢，耶稣就怎样，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就是耶稣应承了，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一起。那这个的吩咐是不是只是向某些人说的呢？你们要去，是不是只是向某些人说的呢？其实是向所有基督徒说的。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带着圣灵的能力，都为人祈祷的时候，人会经历圣灵，你会爱耶稣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有很多的果子的。但是这阵我跟大家，你大家跟隔离一个去说，神差遣你的，神差遣你的，神差遣你的。嗱，希望我哋大家专心，专心听圣经，专心听道啊！好啦，嗱，而家咧，我喺呢度咧会讲一啲嘅实际嘅传福音嘅嘢。第一咧就系生命同埋关怀传福音嘅第一步。传福音唔好谂住我做去做传福音，我出外传福音，唔好谂呢样先。系我哋嘅生命嘅唔同，呢个系第一样传福音。一齐读一读吓。与神有亲密关系，满有圣灵的果子，珍惜人的生命，言语行动关心人，生命感染周围的人，让人看到神的生命。这个是第一步。如果你没有这一步，就算你讲很多都没用的，因为他听到你讲的说话，他看到你的生命榜样不是这样的时候，是不会影响他的生命。第一件事就是跟神有密切关系。第一件事我们要深信，我们被神改变一定是跟他有密切关系。我们被神改变不是只是看圣经，是看完圣经让他入了心。我会形容这样的，圣经好像煲汤的材料，你有很多的材料，圣经很多的知识，但你怎样，你买一些东西回来煲汤，你是不是买一整些东西回来 就成为汤呢？不是的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开火去煲。好啦，咁你煲嘅时候咧，就好似祈祷啦，让神圣灵咧透过神嘅话语感动我哋，改变我哋，以致我哋咧将嗰啲神嘅话语入晒心啊！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个思想有神嘅话语，系有个灵啊！我哋嘅魂先啦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俾神嘅话语影响，同埋有神嘅同在，神嘅同在系好紧要嘅。即係唔係淨係睇聖經？睇聖經係好緊要嘅。睇聖經因為話俾我聽神係點樣嘅，神嘅應許係點樣嘅，呢個係好重要。但你睇到咧，未必改變。有啲人查經查一卷又卷查曬咧，都唔係好大改變。就是、因為我哋需要同神一齊嘅，去親近神，成日相信神愛我哋，有全心去愛神。然後個經文講咩，我哋捉實嗰個經文。經文講到我哋可以勞苦擔重得釋放，我哋就捉实个经文，神啊，我可以得释放，求你释放我的灵，一路去祷告，一路放松自己，慢慢你的人就释放了。医好伤心的人，我们相信神的圣灵会来到医好我们，
我哋就話神啊，我啲憂傷我交俾你。你就咁讀咗醫好傷心嘅人，係咪你就醫好咧？唔係喎，需要我哋真係相信。首先相信啦，神真係會醫我，又祈禱啦，神啊！其實 求神醫治咧，唔係淨係求喎，而係咧一路耶穌愛緊我，耶穌同我一齊，即係宣告神嘅恩典，然後我哋回應神，我又愛神，我又感謝神，一路宣告神嘅恩典、神嘅愛、神陪我一齊。咁嘅時候咧，同神有密切關係，你日日都咁樣親近神，成日活在神嘅愛又愛神咧，你個人就發覺你就唔想發嬲噶啦，你嘅生命就會有改變。你的生命就會輕省，你就會滿有聖靈的果子，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温柔、節制，在你的生命中一路流露出來。那又有這個生命呢，有愛呢，就珍惜人的生命，神會救我們，那些人都需要耶穌救的，就關心他們，就珍惜他們，好想他們都得救，在言語行動關心他們。當我們愛他的時候，我們就去關心他們。但是這些人，我想問大家，是不是都是可愛的？不是可愛，因為世界上的人很多都是很煩惱，很多都是不好，很多都是很多困難的。但是呢，我們關心他是不是因為他好啊？不是啊，而是其實他不好都好，我們一樣去關心他。這樣的時候呢，我們就顯出神的恩典。但是我們會說，有些人哇真的 很差的，真的經常罵人的，他一時時罵人的時候，我們就學習怎樣不被他影響，而有真的關心他的心、接納他的心，我們就慢慢可以改變他的，然後我們的生命就感染周圍的人，讓人看到神的生命。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步傳福音的第一步。好了，然後我講一下柔和的方法，有柔的方法，有剛直接的方法，一起讀一讀。聆聽、陪伴和幫助人，進入人的需要，感受人痛苦和安慰，網上的見證教導、詩歌和福音電影。這些就是比較柔的方法，聆聽是一個好的方法，有些人說話你聽他。但是當然 你怎樣行動是我們下一步，有些人是重重複複每天都是說同樣的事情，我們就可以引導他了。你面對這些問題，你的心覺得怎樣？他當然說不開心啦。那你會不會想這些不開心走了啊？你想不想有方法可以處理啊？咁佢話想咁，咁由我哋咪引導佢咯。咁嗱，既然嗰啲人唔好，咁係咪我哋繼續去諗佢咧？繼續諗佢嘅時候，咪繼續唔開心咯，係咪？咁有咩方法可以唔係繼續去諗佢哋？有啲咩我哋可以諗咧？可以個人輕鬆翻咧？咁我哋就係去引導佢啦。咁呢個聆聽咧，係會讓人感受到被愛，因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咧都係唔開心嘅，都係咧好多煩惱嘅。聆聽啦，陪伴都可以係全福音嘅開始嘅喎。我們陪伴他的時候，我們的說話慢慢感染他，或者幫助人，即是說他有些困難，他有些煩惱，我們就幫助他的時候都是會影響到他的。進入人的需要，我們始終的目標就是說他有些什麼困難，有什麼需要，有什麼不開心，我們就進入這件事，怎樣由他的困難去幫助他。而我們這裡就次次都是有服侍禱告和輔導的時間，就是訓練人怎樣去輔導人，去幫助人，讓我們全體都可以學識做這件事的。好了，然後呢，我們感受人的痛苦和安慰，感受到他是不開心的、煩惱的。那我們可以，這個是柔軟的傳福音方法，就是有網上的見證和教導。在網上有很多的見證，天堂、地獄，那些人的感動、醫治、安慰、天堂的證據、神的證據，或者是有些藝人的信主，有些明星的信主，有些出名的人信主，有些是普通人信主，或者是很神奇得醫治，即其實這些的見證實際上很多很多。那是很簡單的，你就將那個 link， 或者你去到如果用手機的時候，你要在有幾點那裡選擇分享，這樣你就可以分享給人的。那分享給人呢，人家就會收到這個訊息，他就可以看了。或者有時有些是教導的，譬如說教導他教養子女，教導他處理情緒。在我教導裡面有很多教人處理情緒，或者他喜歡音樂在音樂，或者其他東西，因為我在我的影片裡面都有些是音樂的，那呢帶他看了。或者是詩歌和福音電影都是一些你可以傳給他看的。所以呢，大家有手機就善用了，就不只是WhatsApp， 有些 WhatsApp 是可以說是
很多的不需要講的說話，很多是好，即係其實啱啱即係沉氣，重重複複講來講去都未必有啲咩意義嘅嘢嘅。嗰啲我其實我都唔會睇嘅，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善用我嘅時間，所以我同大家講，你唔使傳好多文安啦、節期啦。如果我呢度每一個人都傳一個節期嘅文安俾我，每日都傳一個早安晚安俾我，我可以好唔掂嘅。所以咧，我鼓勵大家，你唔需要俾我呢啲。呢些是不需要給我咁咧，但係咧，你有些幫助一啲人，你都小心。有些人咧就係唔係乜都傳嘅，即係我睇到傳俾我已經知道啊，真係好似乜嘢都好似唔識得分辨呢樣嘢同嗰人有冇關係嘅咧。咁你傳俾嗰啲人，你就唔好即係未信嘅，你就唔好傳有啲基督徒嗰啲信息啦。咁我哋就選擇邊樣嘢佢收到係最啱佢嘅。好啦，嗱，網上有啲咩見證同埋教導咧？有好多嘅，嗱，我一齊讀一讀嚇。有神證據，神幫助困難見證，身體和情緒醫治，明星名人見證，各樣神蹟見證，天堂地獄見證，處理情緒教導，教養子女教導，處理家庭教導。好了，這裡呢就講出一些的例子，你上網找仲可以有多更多的有神的證據呢，在我網上那裡是有的。神幫助困難的見證，即係有些人有很大困難，點樣求神幫助，神就幫他了，身體得醫治，情緒得醫治，有些很神奇的，有個咧，咁當然英文就比較多嘅，咁但係中文都有嘅，咁中文嗰啲咧講，如果講廣東話咧，我嗰啲算是多喎，即係你揾咧係有好多廣東話都是我喺我嗰度有嘅，廣東話比較少嘅，咁我都希望大家我哋中間有些人有些奇妙的見證你都會將它放上網，是用更多廣東話的放在網上，國語就有很多的，國語就多很多的。那你就看看有沒有辦法整個字幕出來，可以告訴那個人聽，即是他身體得醫治或者情緒有些情緒病，我發覺原來很多出名的人，譬如馮寶寶啊、鄭秀文啊，都是有個憂鬱症而信耶穌的。那我嗱，一陣間聚會之後咧，如果你願意咧，邊個願意咧？你即係話應該話邊個冇唔願意嘅，我就會喺我哋聚會，因為我有一個群組係呢、這個參加呢個崇拜嘅。咁今日嚟嗰啲我都會加埋你落去。如果除非你話唔好啦，咁我加你落去咧，我又唔會傳亂傳嘢喎。我嗰度咧係限制喎，有啲人亂傳嘢我就會通知佢嘅。我話請你唔好將其他嘢放喺呢度。咁因為點解咧？我唔想我哋啲人咧猛咁收到呢啲咁樣嘅信息啊！咁啊成日收咧就會好煩，佢就會即係切斷啦。我就唔想係咁嘅。咁我即係全部都係我即係我會控制佢有幾多。咁我就會將呢啲影片一次過傳俾你哋。咁你就可以咧嗱，有一個方法我講講俾大家知啦。有一個方法，你可以同一個人你所識嘅熟嘅開一個群組，開完個群組將佢刪咗。呢、这個群組就永遠存在，你就可以將呢個放落去咧，你第日可以傳出去。嗱，我再講一次，佢係一個群組嚟嘅，但係呢個群組你只係你同另一個人，然後你同佢大家講定，我開完你之後，我就會將你刪除。刪除之後咧，嗰個群組咧就係得你嘅啫喎。但係得你咧，譬如你想呢啲影片啦，咁你點咧？將佢傳曬呢度，你就即係好似做儲物櫃咁樣啦。咁咧係第時咧就將呢啲全部咧 highlight 曬。然後咧就有個箭嘴向右一篤去咧，去邊個人嗰度，佢就會全部出曬有曬圖畫嘅。但如果 copy 即係有嗰個複製嗰個咧，複製嗰個咧就整係條 link， 淨係得嗰啲字母同埋數字嘅啫。咁人哋睇到就冇乜興趣嘅。你想有埋個圖畫咧，你就用個箭嘴喺 WhatsApp 嗰度，你 highlight 曬嗰啲之後咧，喺上面有個箭嘴，你一篤個箭嘴，跟住咧你就篤邊個人咧？佢就會唰一聲，全部嗰啲影片咧就會傳去噶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，係可以幫助大家。咁咧，但係我傳俾你就一下子傳曬，你傳俾佢未信㗎，你唔好一下子傳曬，傳一個睇佢點反應，又可以問下佢，然後遲啲又傳一個，唔好一下子乜嘢都傳曬俾佢。咁有啲係身體情緒得醫治啦，或者有啲明星啊、名人啊佢哋嘅見證啦，同埋各樣神蹟嘅見證，有啲神蹟咧就未必是身體的，有些很奇異的經歷，天堂地獄的見證，還有處理情緒的教導，這些是教導，或者教養子女的教導，你傳給一些人，他有些是基督徒做的，就可以幫他去認識耶穌，還有處理家庭的教導。
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可以用得著嘅嘢嚟嘅喎。咁另外咧就好多詩歌啦，係有好多好多嘅。咁你大家可以上網去揾，揾到啲詩歌咧可以傳俾朋友嘅。好啦，嗱呢啲係直接傳福音嘅方法，我哋一齊讀一下。你想過有神嗎？靈魂出竅的證據，天堂的證據，經歷聖靈或醫治，經歷聖靈報導法，聖經的證據，創造論，輔導生命和靈命，福音單張。嗱呢度咧，呢啲咧就係可以係不同嘅直接方法，但亦都有更多嘅。你有冇諗過有冇神啊？有冇諗過有冇天堂地獄啊？有冇諗過我哋將來會去邊度啊？呢個係一個即係發問嘅方法，等佢去回答，等佢思想，由佢講出嚟嘅時候，我哋一步步去回應佢。靈魂出竅嘅證據，即係有好多人靈魂出竅，係證明乜嘢呢？證明人真係有靈魂嘅，死咗之後咧唔係完咗嘅。有好多人咧係佢死咗救翻，佢就話我見到乜嘢見到乜嘢。咁咧甚至英國廣播公司都有呢啲咁嘅影片嘅。他們都去研究，就發覺真的很多人有這個經歷，他死了原來不是完了的，是他會看到一些周圍的東西，看到一些人的事情，然後回來可以說給別人聽的，就是證明人有靈魂。另外這裡我沒有寫的就是邪靈的真實的證據，有很多人靈魂出竅就會見到邪靈了，他有些人打坐以為很好，冥想以為很好，怎麼知道他一出靈魂一出竅就見到邪靈，他們看得到其實他們其實是沒有勝過邪靈的。但基督徒就不同，基督徒有邪靈，他見到我們是害怕的。天堂的證據，或者也都可以說天堂地獄的證據，經歷聖靈或者醫治，有些人經歷聖靈，在網上有些放上去其實就對人沒什麼幫助，有些就笑到瘋了，笑是好的，不過放上網人家看又不明白又不解釋，這樣的時候是沒有意思的。我也有這些影片，不過我在那個影片一定解釋為什麼他會這麼開心呢。但是經歷聖靈不單止這件事的，在我們的見證有很多講到他怎樣平安、輕省、感動、病得醫治、各樣的，即是很實際的對他的幫助的。經歷聖靈或者醫治，還有呢這個經歷聖靈暴露法，就是一個直接傳福音的方法，就是呢個方法是怎樣呢？就是跟人聊天，聽到他有些需要，他有些什麼困難，我們就回應他，然後呢就邀請他，又分享我們自己經歷過聖靈，你想不想我為你祈禱 啊然後呢我們就邀請他、我為你祈禱，祈禱之後就問他了，請問你在祈禱時有沒有什麼經歷啊？他說有，我們就告訴他聽了，神是這麼真的祝福你了，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呢？他願意就帶他信耶穌。等一下我們會再有個圖給你大家看，這個經歷聖靈暴露法，即是為人祈禱幫他經歷聖靈。咁你喺呢度，我哋可以訓練到你識得聖靈嘅運作，可以為人祈禱嘅。咁作為聖經嘅證據，證明真係有神，聖經係神嘅説話，創造論嘅證據。咁呢個係需要你即係喺科學上咧，唔一定要好深嘅，你識得簡單嘅證據都可以講到俾人聽嘅。咁咧，同埋你輔導人嘅生命同靈命啦。譬如有時有啲鄰居啊、朋友啊、同學啊、同事啊，佢好唔開心，我哋就開始聆聽佢咯。回應他，關心他，一步步去輔導他，幫他的生命，又幫幫下他就更加開放你去幫他信耶穌了。還有福音單張，我們這個福音單張是一個很實際的福音單張，就是用人的需要，人看得見的重擔、煩惱、不開心、睡不到、家庭問題、前路迷茫，這個單張就會講出一些經文可以給、就是、要來用來回應人的。好了，聖經跟住咧又講到咧，就傳福音其實係應該帶住神蹟嘅。傳福音唔係淨係口講嘅。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節一齊讀啊！他又對他們說：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聽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，就是奉我的名趕鬼、說新方言、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麼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這裡呢是耶穌吩咐門徒出去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，這個叫做什麼？我們叫做大什麼？大使命，這個就是大使命。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，不信就必被定罪。然後信的人就怎樣？有神蹟隨著。有很多人就說不會輪到我吧，我有神蹟。但有很多人都以為不會有神蹟，但其實在我們當中是時時有神蹟的。
當你相信的時候，你肯去為人祈禱，你會發覺真的有神蹟。我第一次我經歷四年之後，第一次經歷神蹟是怎樣？就有個教會請我去講道，咁我講俾個傳道人聽，我話我有呢個聖靈嘅經歷，我為你啲人祈禱好唔好啊？佢話好，邊個願意嘅就崇拜之後去入間房嗰度為佢祈禱啦。咁我哋就去做，我咁去做嘅時候咧就點啊？祈完禱我就問佢哋，我話你哋有冇咩經歷啊？咁有個婆咧跳起身，我腰骨痛好翻啊咁，然後第二個咧又跳起身，我膊頭痛我好翻啊。當時嚟講我真係好驚訝，係我第一次祈完禱。會即時兩個人，然後第三個咧就咩啊？有邪靈，係第一次兩個醫治同埋一個邪靈被趕出嚟。咁咧即係睇得到原來咧神嘅神蹟真係好真實。之後咧我就真係陸陸續續係非常多嘅，所以令到我對神嘅信心更加大。而我發覺係個個基督徒都可以嘅，我哋訓練嘅人都成日都有神蹟。其實我都鼓勵你個個都開一個 YouTube 嘅户口同埋 Facebook 嘅户口。就將你一啲嘅影片擺上去，然後咧你就可以咧影響更多人嘅。好啦，呢度講到信嘅人邊有神蹟，咩神蹟呢？第一樣係乜嘢啊？奉耶穌嘅名做乜嘢啊？趕鬼啊！第一樣趕鬼。呢有幾多個試過趕鬼？趕邪靈有幾多個試過？嗱，我哋有幾個人試過？係咪我哋其實個個都可以啊？其實可以嘅喎。趕邪靈的時候是會令到你更加看到聖靈神的能力和魔鬼的能力。趕邪靈的秘訣很重要的，不是只是趕的，幫他處理生命，幫他處理情緒、罪，還有一件事，如果你趕邪靈成日由頭到尾都是趕，奉耶穌命令趕邪靈你是很累的。那我是怎樣？我趕了，因為那個人的心未必開放，我有時候就在讚美神，多謝耶穌一起享受神，耶穌愛緊我哋，享受神啊！邪靈又會趕出嚟喎，可以笑一下啦，諗下耶穌幾好，笑一下咧，又邪靈又會趕出嚟喎，又可以咧喺度咧啊諗到啲煩惱吹出嚟，所有煩惱鬆曬個，成個人鬆曬，嗰啲邪靈又出嚟喎，真係咧可以輕輕鬆鬆親近神都可以趕邪靈出嚟嘅，而真係睇到啲人好大改變嘅。咁同埋咧就係咧說新方言。方言我很鼓勵大家不要去學，當你聖靈充滿親近神很強烈的時候，方言自己會來，你不要自己去學。有些人呢造成一個很不好的見證，有些人在網上攻擊，就說有些人呢他就會叫人呢就來到學方言 的班，我真的覺得不應該這樣做的，是應該就是親近神。親近神的時候，神幾時叫他有方言就幾時有方言。我自己的方言呢是有一次我跟我的教友一起去到一個聚會，這個聚會呢那個牧師是聖靈充滿的，而我當時是未有方言，但我已經經歷聖靈的。那個牧師呢就背向我，即是他落了台了，已經他背向我，向著一個我的教友，我的教友呢是有講過方言的，他就跟那個教友說，他說你講方言吧，因為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那個人會講方言，他就在那裡說，他一講這句我的口就開始震，就是這樣開始的，就是我的開始就是這樣的。而我第一個太太已經識路歸主，她又是很反對方言，她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但有一次以前我們經歷聖靈在一個教會裡面，在那裡祈禱祈了一輪，跟著她坐下之後，跟著她就自己大大聲聲，她又很反對大聲的，他好像很反對被人看到他做什麼，但他就很大聲地整間教堂全部聽到了，他又很反對起笑，他又有一次我牧師跟他一見他，他就立刻笑到很大聲，他又很反對人跌倒，他又跌倒，全部都經歷了，即是神了，他師母很少。就是當人打開他心的時候，神就會做工。所以什麼東西只是著重愛神，相信神的愛，不用想著有什麼經歷，不要緊要的。而最多人有經歷就是平安、輕省、舒服。當你有這件事每天都保持，你就會越來越經歷多的，投入用多些時間親近神就會越經歷更多的。手能攔蛇肉害你什麼動物有必不受害，這些是應該受逼迫的時候才用的，平時不用去試試有沒有動物有什麼後果。然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這件事你就可以試的，不過你要處理好生命。如果你裡面有邪靈或者有情緒，你不要去按手先，因為可以傳遞的，我們處理好生命，你這裡我們會訓練你處理生命，
然後咧，你會按手，你就發覺神蹟奇事發生啦。嗱，我想問下呢度有幾多個你按手嘅時候咧，人有醫治啊，或者各樣神蹟奇事發生嘅舉手。嗱，我哋見到咧有一部分嘅人，咁尤其我哋嘅服侍隊啊，成日都有呢個經歷嘅，即係我哋個個禮拜都有幫人服侍嘅，聽日都有嘅，喺觀塘嗰度咧都有呢個時間嘅。嗱，而神蹟嘅目的係乜嘢咧？呢、这個經文下面嗰度就講到啦，由呢度開始讀啊。主和他們同工，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。神蹟的目的是什麼？證實所傳的道，就是證實神的話語是真的。所以神蹟不是目的，神的話語為救恩，神的生命是個目的。所以呢，我們有神蹟只是為了證實神的話語。這兩個圖都是我為人祈禱的，這個就是他本來喊到不得了的，他可能是邪靈，可能憂傷，喊到很大聲的。咁後來咧，我就同佢祈禱嘅時候，即係初頭有第二個人同佢祈禱，跟住後來我同佢祈禱嘅時候咧，我就一路講神愛緊我哋嘅，神同我一齊嘅，放鬆嘅人，神愛緊你。跟住咧，你見到佢而家咧，其實係笑緊嘅喎，佢而家係笑緊嘅。跟住咧，佢就跌喺地下，一路係咁笑，好大聲咁笑。咁另外呢個咧就係我一路揸住個手機一路影，我一路同佢按手嘅，呢個手係我嘅。咁咧佢咧就啲憂傷啊咁樣釋放出嚟，咁其實真係睇得到好真實。那些人看得到神的忠真實的工作。聖經也警告，不傳福音是有禍的，哥林多前書9:6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夸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。所以呢，我們既然我們有這個神的恩典，我們就不要停留在這裡，不要埋藏在地裡面，要做在一些小子的身上，任何人身上，我們都做在身上的時候呢，我們是有福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記得，不傳福音是有禍。我們見到有人一世人一定有機會傳福音的，是不是一定有機會的，跟你的家人跟你周圍的人，不過怎樣傳法，還有我們要知道何時停，那個人我黑了口面，你不要繼續說了，暫停，下次還有機會的嘛，你繼續說，你繼續說的時候他下次不聽你說的，我們要知道何時停。那他譬如他一直都說不信，不要緊的，你慢慢思想，你可以試試求耶穌即是你問耶穌是不是真的？我很多時候都跟人說，你問耶穌是不是耶穌是真的，你讓我知道，神真的會在他心中感動。我也都告訴你，你向耶穌認罪，耶穌會讓你知道他是真的。另一件事我們知道，就是 財主在陰間是很痛苦的，在落地獄是很痛苦的。那種痛苦，我在網上有一個影片，就是講到23分鐘在地獄。你 OK 了，我就會，你要全部個我都會傳的，咁包括埋呢個影片嘅，就係23分鐘喺地獄裏面咧嘅痛苦啊！咁咧佢哋就講到點樣痛苦法咧？佢話咧要呼吸，但係冇空氣，即係每一下都要呼吸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冇空氣，就係要呼吸，但係咧冇呼吸咧，又好窒息嘅感覺喎，但係又唔死得喎，但係不斷係好似窒息嘅感覺，係咪好痛苦啊？又好熱，但係又熱唔死喎。又好痛，俾啲邪靈折磨，嗰啲邪靈將佢啲手腳掹斷啊，將佢打爆佢嘅人啊，即係掟佢埋縫牆啊，然後跟住又生翻出嚟，又唔死得嘅，其實係好淒涼，喺火裏面咧係好淒涼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哋有耶穌咧，係完全唔同，天堂係好到不得了。所以你想唔想你嘅屋企人、你嘅朋友、你嘅同事、你周圍嘅人係咁樣嘅結果咧？在這裡講到路加福音16:23，這個財主拉撒路的比喻，我們只是看黃色的部分，在陰間受痛苦，可憐我吧，用指頭尖沾點水涼涼我的舌頭，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，是極其的痛苦。我們會不會想能夠救到人？你救到人真的自己得福的，你真的開心很多。你開始傳了福音的時候，你第一個目標不要傳了福音，你有說，你要講咧，你就讚自己啦。感謝神，我有勇氣。嗱，點解我會咁講咧？就係耶穌一杯涼水，耶穌都稱讚你會想起你。你有講你啊，感謝神，我有開始。你有開始第一步，你就有後面嘅。你冇講，你唔會有後面一步。你唔會一講即刻信耶穌嘅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喺我傳福音嘅時候，係拒絕我多，抑或係信嘅多咧？拒絕嘅多，邊個都係噶，個個傳福音都係噶。拒絕的多的，但我不會停止，因為我亦都神給我一個方法，就是說想到將來去到天堂呢，
嗰個人，譬如戴眼鏡呢個人啦，佢唔信耶穌啦，神又會同佢講：葉牧師同你傳咗噶，你冇信啫。咁我所做係榮耀神喎。但如果佢話你冇信耶穌，神只係用各樣嘅方法俾你聽到耶穌，但係冇人同你傳過，咁啊唔係咁榮耀神啦，係咪？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同你傳福音，並且好多個同你傳福音，係榮耀神嘅。咁我就神就俾我呢個意念，你傳咗福音喺天上，你係榮耀神嘅，神就歡喜嘅。咁所以咧，你一做過，你就話，就算佢冇信，我都神都歡喜嘅。咁但係唔係代表我哋就滿足喎？我哋唔滿足，但係我哋但係起碼唔好孭住重擔。有好多人咧傳咗福音咧，唔信咧就哎呀死啦！幾種嘅，哎呀一係就我做得唔好啦，我冇用啦，呢個第一個字內疚啦。第二咧就係話。哎呀死啦！佢落地獄啦！哎呀慘啦咁啊，為佢憂傷又係都係唔需要嘅，即係我哋因為咁嘅時候就好辛苦啦。好啦，呢、這個財主點咧？佢救唔即係佢自己救唔到自己啦，佢好想救佢屋企人啦。跟住路加福音16:27，黃色嘅部分，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還有五個弟兄，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，就係免得佢哋都嚟到。地獄，我讀咗個普通話音啊！有時咧，我因為講得多啊，所以咧有時忽然間講咗普通話字出嚟。講五個弟兄，希望佢哋唔好嚟到地獄嗰度啦。喺呢個末世，真係神係應許呢、這個應允呢個禱告，係有好多人去到地獄翻嚟，話俾人聽唔好去地獄，但係好多人都唔信，同埋以神為恥嘅個後果係好嚴重啊！以神為恥就係唔傳福音。其中一個方法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不會被人知道他是信耶穌的，不會即怕人家知道他是信耶穌的。馬可8:38一起讀，犯了這淫亂罪惡的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。如果當作可恥，他去不到天堂啊，去不到的，當作可恥的去不到的。所以呢，我們是真的不要當耶穌是可恥，耶穌是好好嘅，係好榮耀嘅，佢係非常好嘅，歡喜佢，千祈唔好當佢係可恥嘅。嗱，呢個經歷聖靈暴露法，即係先我講過嘅。嗱，我哋一齊讀一讀下一個方法嚇。第一，聆聽和回應人的需要和感覺。第二，分享自己或某人怎樣經歷聖靈。譬如佢有病，我哋就分享自己或者某人；或者佢有憂傷，我哋分享自己或者某人經歷過神嘅醫治我哋心靈。第三啦，邀請對方接受按手禱告。就你想唔想我為你祈禱啊？可以經歷到神嘅工作。第四啦，詢問，請你仍然閉上眼睛，你在禱告時有沒有經歷或感受？就係問翻佢啦，喺祈禱時有冇啲咩經歷啊？咁又第五啦，你經歷的是聖經說的，你想神祝福你嘛？就係話咧，你經歷嘅平安輕曬係聖經話咗嘅咯喎。咁你想唔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啊？佢想嘅時候咧，你就解釋福音啦。第六嗰度啦，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？解釋救恩啦，解釋耶穌點為我哋死啦，釘喺十字架上。你信佢，你捉實佢嘅應許，你掹住耶穌我啦，耶穌就赦免你嘅罪，因為佢已經付咗罪嘅代價。即係好似有人請你飲茶，如果有個朋友見到你，見你飲茶，我同你俾咗錢啦，咁你出門口使唔使再俾錢啊？唔使喎，耶穌同我哋俾咗錢，我哋可以免白白嘅得救，白白去天堂嘅。咁所以你唔使再做任何嘢嘅，就係相信佢。但係之後做嘅係個果子啦，同神嘅關係去改變。但係接受救恩係單單去攞嘅啫。第七，帶領悔改信主，教導如何親近和遵從神，就係帶領佢悔改信主信耶穌，同埋教佢點樣去親近神同埋遵從神。就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用經歷聖靈暴露法。咁呢個我哋會訓練大家嘅。咁希望大家咧聽完今日嘅信息咧，真係會進入神高層次嘅生命，因為你開始去祝福人的時候，咁咧我譬如我嘅家人啦，我周圍嘅人，我成日都祈禱神啊，我可以點同佢傳福音咧？呢個係第一步。大家有冇有時咁祈禱啊？我點樣向佢傳福音？我點樣同佢講關於耶穌咧？咁我求主幫助我哋，每一個都係咁樣樣。並且咧，你可以使用教會嘅資源啊。點樣教會嘅資源咧？譬如有啲人需要你帶嚟，我哋為佢祈禱。咁我哋其實咧，今日咧好明顯睇到我哋需要更多服侍隊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今日嚟嘅人係多過我哋服侍隊嘅，咁所以我哋都唔能夠 cover 到咁多人。咁我希望我哋中間有更多人有呢個心，有呢個感動。你唔好
諗住啊死啦！我仲有生命未處理，一步一步。首先你學到講先，你可以一齊講一齊參與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中間有啲係可以嘅，你都可以兩點半嚟到一齊睇我哋點樣幫人。咁你睇下睇下，我哋又為你祈禱，幫助你處理生命，然後咧讓你可以開始去幫人。你喺呢度做慣咧，你出去就會做慣啦。你喺度做慣咗，你就慣咗同人傾偈，幫助人嘅需要。咁嘅時候咧，神就會使用你。嗱喺呢一陣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諗唔諗到啲咩人，你可以喺呢個月之內同佢講到耶穌，或者傳一啲影片俾佢嘅？嗱，如果你諗到一個，你就舉一隻手指；你諗到兩個，舉兩個手指；如果你諗到十個，十隻手指；如果你超過十隻手指，你就即刻手都舉起曬。如果唔係咧，你隻手又咁樣樣嘅十個嚇。如果你已經超過咧，咁你就將兩隻手舉起曬。你有幾多個人你諗到嘅？你咧就求神將呢啲人賜俾你。而家請大家嗱，你而家諗下有幾多個人你可以向佢傳福音嘅？有幾多個可以嘅？你又將你隻手舉起，示意有幾多個？其他都舉起嗱，個個都舉起，有幾多個你諗到嘅？嗱，我哋就開聲為他們祈禱啊！其他人仲未舉手啊！有幾多個你想到有的你就舉起隻手。神啊，我可以向他們傳福音，我可以向他們傳福音。我一起起身，我一起起身。我想問啊，這裡有幾多個人你願意在這個月有行動？你願意傳一些影片去給他？這個最簡單啦，是不是？得不得啊？很容易啊！那你們是不是 OK 啊？個個我都傳俾你嚇，喺個羣組我開，即係我已經有呢個羣組啦。崇拜嗰個羣組，我會將嗰啲影片咧會傳俾你嘅，今日會傳俾你噶啦。OK， 我一齊開聲，個一齊開聲，求神祝福呢啲人，同埋祝福你先，祝福你自己先，讓你有神嘅生命，讓你有勇氣去帶領佢信耶穌。親愛天父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好愛我哋，你好睇重我哋，就好想釋放我哋嘅心，將我哋重擔煩惱都攞走，讓我哋生命被你改變。神，你想使用我哋，我哋每一個都可以俾神使用，唔使要等到我哋好叻嗰陣時，就算而家我哋都可以嘅，而家我哋都可以。求主你感動我哋，讓我哋知道，我哋越負耶穌嘅轭，學耶穌嘅樣式，這樣我哋心裡就必得享安息，我哋就越輕省嘅，我哋越去跟從耶穌，我哋越輕鬆，我哋都唔使有擔子嘅，唔使話哎呀嗰人未信耶穌，唔使擔子嘅，唔使孭住嘅，輕輕鬆鬆。我哋同佢講，神就歡喜啦，神就稱讚，神就賞賜。就算我哋開始講佢未信耶穌，神都會賞賜嘅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求主你使用我哋每一個，求主你使用每一個。喺呢一陣咧，我想請大家。兩個兩個喺隔離開聲，一齊開聲，你就開聲為到嗰個咩名咩名開聲禱告嗱。兩個兩個，你可以同隔離一個，你可以拖住手一齊開聲為你所周圍所認識嘅人，你想為佢禱告求主拯救佢哋，你就兩個兩個而家喺呢一陣，你就去同佢一齊祈禱。主耶穌，求你施恩憐憫。求主耶穌施恩，求主耶穌祝福，求主耶穌使用我哋嘅禱告，賜俾我哋膽量、勇氣、剛強壯膽，賜俾我哋剛強壯膽，靠住耶穌得勝，靠住耶穌得勝，耶穌我哋可以嘅，耶穌我哋可以嘅，主耶穌同我哋一齊。主耶穌同我哋一齊加添力量俾我哋。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嘅大恩，多謝天父嘅大愛。主耶穌，求你感動我哋有信心，求你感動我哋有信心。但如果有啲人突咗出嚟，三個都 OK 嘅嚇。如果突咗出嚟嘅三個 OK 嘅嚇。主耶穌，求你施恩，求你憐憫呢個世代，復興呢個世代。興起人是有心傳福音的，主耶穌，求你賜給我們聖靈的恩賜、聖靈的能力、聖靈的火熱，讓我們帶著聖靈的能力去傳揚福音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。神啊，你賜給我們膽量、勇氣，叫我們在這個月之內去行動，讓我們在這個月就行動，在這個星期就行動。哈利路亞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。哈利路亞。
感謝天父，係主加我哋力量，我哋一齊開聲，主啊加我哋力量，俾我哋膽量，俾我哋勇氣，我哋踏出去，去傳揚福音，去拯救靈魂。多謝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